找酒点，结果没找到，手机关机了，也没地方充电，我忘记带充电器了。我现在来的这条街都是没有电的状态，可以看到两边有很多人，但是旁边房子都没电。他知道路吧？他知道。那我幸运你还在你安全的情况下啊，可以可以，你一定得看一下，没座椅啊。那是来九院嘞。对，那是哪里？河南商，不是商丘的。商丘嘞，江丘是江丘是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谢谢啊，平分。没事没事。哎呦，文军，你上后边来。觉得你是老人，想让你坐前面。没事，找桌后边儿。没事没事，来来，你坐前面吧，你坐在前面。找桌后边吧。找，哎，妈你来吧。哎呦，来叫我坐前面，我的嘿。还有人吗？没有人了。单道呀，但这个路那选好了。他这个导航了。小点小点，我怕你瞧有路水沉的地方，你再弄。那是往哪落脚的？那往哪落脚的？这个晚上？还不知道嘞，先回去了。先不知道，那几个晚上不回去。还有俩朋友在那边。新疆应该也有免费安置点的，带到那个政府旁边那点有个免费安置点，能可以去那休息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我有没有记那个电话？咱我给你发电。我手机关机了，没法充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好。导航，看他叫了那个路，水要是沉了，可不敢走。好。那瞧一瞧啊。好。厉害，人家厉害。院儿的都是打到腰的。院儿的都到腰了。哦。我现在要去现场，你那边过不来，你咋跟我去？我前走是吗？我现在去把我的对讲机拿出来，先让他们用。今天晚上我看那边啥情况，我的大办公室全卸成那个物资了。现在所有的车基本上都在体育场停着了，体育中心。体育中心在那个体育中心那儿是吧？你们过来几天了？往右转，我们。今天过来的。今天过来的。不是，也是。卫生室。对。我刚从卫生过来是吧？对。哦。也是送了几个人。你这车水太深的话是也走不了。现在我又来到了新乡市，在新乡体育馆这里，现在已经是晚上10:30了，9点他们两个还在卫辉啊，因为我在卫辉遇到有好几个人打车要来新乡市，所以说就把他们给送过来了。送到这里之后，我想连夜赶回家呢，然后刚掉头就突然遇到又有人打车，说要来体育馆这里办点事情，也是关于物资的，所以说就给他也送过来了。我现在就在体育馆这里，我的面包车也没有座椅，在这里也是很高兴载了很多人啊。前面就是体育馆，这里是发送分配物资的地方，这里全都是爱心物资的车辆，在体育馆里。支援灾区，看到了我们宁宁县爱心人士的支援信箱。我现在在我们体育馆关于航拍的一个部门这里全是航拍无人机啊。刚才问了一下可以飞无人机，然后我准备去航拍一下这个画面。